时间嚟到10:05，温度系8.4度。好，再过埋呢个山头咧，就如果过埋015L015标记处话咧，唔上山顶咧就去到呢个所谓平路噶啦。回望翻先，360度 view。楼下就好似系唔知系长沙定贝澳啊，唔系太熟。斜斜地嗰边应该系长洲嚟啊。今日都叫天朗气清，阳光普照。咁啊，再加少少阴嚟啦，吓、啊，即系所谓悬浮粒子高啦，烟霞啦，香港叫。